我是丽娜，虽然我离开了配音舞台，但我依然希望能帮更多的人走上配音舞台，成就自我。我是梁依依，虽然我很喜欢做配音演员，但我更喜欢与孩子们分享声音的感动。我是赵俊然，虽然我离开了配音的舞台，但在我的生活里，它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是梁玉川，虽然我不是配音演员，但我依然挚爱配音，从未忘记过年少时的梦想。